tryna trouble me. Tryna keep a peace, but it's a struggle for me. Don't put up at 6 a.m. to cuddle me. You know how I like it when you loving on me. I don't wanna die for them to miss me. Yeah, I see the things that they wishing on me. Hope I got some brothers that outlive me. They go to the store and she was different with me. God's plan, God's plan. I hold back, sometimes I won't, ay. I feel good, sometimes I don't, ay.这支视频主题呢，就是我今天这两大箱，就是 Mango 的开箱。因为之前我正好是想要在 Mango 上买衣服，然后正正好是赶上了 Mango 的打7折，但是我还没上身，也不知道质量啊，或者是它的版型怎么样，所以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做一个跟我一起开箱。首先呢是两件这样的 T 恤，先看白色这一件。我买的呢就是这个 S 号，就是这样的一件特别基础的白色的 T 恤，有特别小的红色的线绣上去的一个 slogan， 夏天也可以穿，秋天的话你可以把它穿在衬衣里边做一个打底，特别特别亲肤，比较有弹性。我现在摸起来的话，手感是特别舒服的那种材质，它也有一定的垂坠感。这件白色 T 恤穿在身上就是特别的轻浮，特别舒服，它没有什么存在感，特别适合做一个打底。然后呢还有一件黑色的，我买的号码呢也是 S 号的，面料呢就明显比白色的那件要稍微差一点，它摸上去就没有那么的柔软和有弹性。前边也是这样橘色的绣小的字母，特别简单，再加上它的橘色呢饱和度没有那么高，特别好看的一个暗的橘色。它下摆的话是比较长比较宽大的，稍微比那件白色的 T 恤更加的 oversize 一点。好，我们继续。后面这件呢，就是一件条纹衬衣，号码也是 S 的。它实物比相机里边应该颜色更灰一点，相机里边的饱和度更高一些。我最近特别喜欢西装领的感觉的衬衣。秋天的话，因为你的外衣基本上都是姜黄色或者是焦糖色、棕色这样的大地色系，可以在里边搭配一些稍微鲜艳一点点的衬衣。这件衬衣穿上呢，我发现它真的特别显气色，特别显白。它的这个色彩虽然多，但是特别适合我们黄皮，因为像黄皮肤的女生，颜色一多，不定哪个颜色就能让你显得有一点点黑。它这件衣服饱和度是算适中的那种，它的用色上边我觉得是特别出彩的。 Mango 的衣服版型确实是比较大的，我买的是 S 号的，稍微有一点点宽。我现在是把它扎在这个裤子里边。大家如果和我身形差不多的话，可以选择再小一个号。它的袖子呢是有一点点这样灯笼袖的感觉，然后它的袖口做的特别好看，是这样的小开叉的。它的领口是这样的西装领的这个领口，外边你穿一件纯色的西装的话，可以把这个领给它翻出去，这样的话在你纯色的西装上边就会起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点缀的作用。对了，在这儿稍微插一句，这件衬衣呢是我的老公阿根同学帮我选的，直男的审美终于有质的这个。这件的色彩搭配真的是，这一条呢是一条牛仔裤吧，它的腰这儿有一点做旧的这样的毛边，然后下摆的话是有一点点微辣这样的一条黑色的牛仔裤。现在我配的鞋子呢是这样的，大家可以配一双小高跟的那种高跟鞋，视觉上更加显瘦一点。我买的码子呢是4号，大腿这儿是紧的，从膝盖下方这儿有一点点微辣，因为它这儿有一些空间感，让你的小腿看起来就是比较瘦，有一些弹性的牛仔裤，所以穿着方面还算是比较舒适。是没有特别绷的那种感觉。这件呢也是一件衬衣，我买的号码呢也是 S， 这样的格子的衬衣。这件的材质它有37%的棉，这样空隙感比较大的那种织物的感觉。下摆呢是一个前短后长的，这件的话因为它的领是这样立领的，我想的是可以搭配在那种 V 领的针织衫里边，因为它的材质是比较硬挺的那种材质，所以呢它会显得比较壮。像我胸没有特别的大，但是这两颗纽子中间呢还是比较容易绷出这样的缝隙来的，会有一点点美丽做工。它的肩线不是那种溜肩，就显得你的肩膀比较方正，就比较男性化的一个设计。
后面这个呢，拿到了一件毛衣，这件针织衫的价格呢会稍微高一点，因为它是100%羊绒的。秋冬的话，多买几件这样大地色系的针织衫或者是外套的话都不会出错。每一个秋冬大地色系基本上都不会过时。和我之前穿过的一些羊绒衫相比的话，它不是属于那种做工材质特别特别好的那种，但是它的颜色的话就是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的一个奶茶色。它的剪裁也不是完全贴合你身形的一个剪裁，让你的皮肤和衣服之间有一定的缝隙的话，会显得人比较清瘦一点。后面拿到的一件呢，也是一件打底的内搭，我买的号码呢也是 S 的，它的材质像 T 恤一样的，感觉质量稍微有一点差。虽然也不是想买纯白色，但它的这个颜色像是洗了很多很多次的白色的 T 恤，目前为止唯一一件我拿到手上感觉质量不太好的衣服。好吧，就是一件这样的特别特别普通的内搭。看它这个袖子就可以感受到它的材质是多不好，肩膀和这个袖口就像洗了无数次的已经没有弹性的那种 T 恤的感觉，这个质量真的实在是太差了。让我看一下这个多少钱，质量差成这样的居然要39加币，真的超级不值。把链接放这儿，大家一定要避开这一件打底，不要买，你赶紧来换一下下一件。这件也是一件高领的针织衫，这件呢明显质量就比那件好太多了。这件是一件特别亲肤特别舒适的一件打底针织衫，整个设计的呢也不是那种特别显你身体曲线的针织衫，领呢也是刚刚好，作为一件打底来说，它的亲肤程度和舒适度是够的。后面这件呢，可能是 M 的，就是一件这样的黑白条纹的针织衫，其实它是斑马纹的，里边是刚才那件黑色的高领内搭。它的版型呢是我想要的那种有一点复古的那种毛衣的版型，今年特别流行动物纹，但是相比起豹纹和蛇纹来说的话，我感觉斑马纹应该是我比较能驾驭的一个动物纹，因为斑马纹的话是黑白相间的，其实不是黑白的话，它的花纹是这样的条纹形状的，没有特别的夸张，也不会显得特别的贵气。所以如果想尝试动物纹，但是又怕豹纹、蛇纹、鳄鱼纹那样显得比较的贵妇气的话，可以选择斑马纹尝试一下。但是它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呢，就是它的两个毛的话会互相晕染的那种感觉，就是它的白色的这个毛毛上边会染一些黑色的毛，就会显得有一点点不精致。不介意这个问题的同学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用料的话不是什么天然的材质，所以它就没什么垂坠感，特别容易起静电的一个毛线。好，后面一个呢是一条这样的格纹的裙子，就和这个毛衣一起搭配一下。买的号码依然是 S 的，所以它的垂坠感是比较好，我也不太容易起皱的，厚薄适中的一个布料。但是因为它这儿有一个这样的腰带的设计嘛，所以要把这件脱光好垫。下摆的话就是刚好到我的小腿肚下边一点，这个长度呢有一点点显得不是那么高。如果搭配一双靴子或者有一点跟的鞋子的话，视觉上往上提应该会更好看一点。我给大家试一下，我现在搭配的呢是一双这样底特别特别厚的老爹鞋，底比较厚的缘故呢，整个人感觉就往上提了一些。再来，哇，这是今天修报刚寄来的这个包包，搭配这一身是不是超级好看？这个包呢也是属于比较中性的材质和形状，和这个鞋子就起到一个呼应的作用。这个包呢是黑色的，但是它的皮呢是有一点点反光的，虽然都是黑色，但不会显得特别的沉闷。后面呢也是一条中长度的裙子，这条的材质呢就比我现在穿的这条格子更加的垂坠，裹身裙式的设计，穿上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它的这个绑带呢是在侧后方一点点，因为它是裹身裙的款式，然后走路的话会隐约露出你的一些腿部线条来，但是不是很明显，不是那种特别开叉特别性感的那种裙子，所以
这条裙子对于上班族来说的话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大家如果想职场上穿的话，可以把我的这个运动鞋换成短靴的话，搭配就更通勤一点。这一代就完了，最后一件冬季的配料应该是一副耳环，因为我的耳朵是比较容易过敏的，但是我也没有挡住 Mango 他们家这些饰品的路，买来试一下，万一不过敏是吧？这边的话就特别容易打开，然后这边的话就特别特别的。好吧，我放弃，只有这个可以打开。这个你看，我把这儿都弄弯了，都没把它打开了。试一只给大家看一下，戴上就是这个样子。这样穿上这身，是不是特别特别有 Mango Girl 的感觉？好，这整套呢就是 Mango 的，然后就带着这一只耳环，然后开下面一个箱子。这件呢是一件格子西装外套。我买的号码呢也是 S 的，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期待的一件。这件一上的话，我就感觉要拿下。这个衣服呢有30%的羊毛，所以穿上去的感觉呢就会稍微有一点点扎。是不是不买大的一点？我买的是 S 的，因为我想以我的这个身高体重，然后再加上再比较穿一些毛衣的话，我感觉买 S 的应该差不多，但是好像是。蛮大了，配了一个这样的腰带。对，它这个腰带的这个材质是金属的材质，而且是磨砂质感的。袖子这儿的话，那么多多的纽扣，它的材质是那种空隙感比较大一点的布料质，没有纽扣的这个设计。扣起来的话，就要它的这个带子给它扣上。它这个口袋呢？需要自己稍微解的线，因为我买大了一点的缘故呢，我感觉它扣起来穿的话就会显得整个人像那种沙漏的形状，所以呢，我就想给它这样敞开来穿。然后这个肩膀，因为它有垫肩的关系呢，就会显得你的头有一点点的小。后面呢，我们来拆一件打底。这件呢是一件焦黄色的针织衫。这件的号码呢，我买的是 M 的，因为我感觉它是比较修身的那个版型，所以我就想说稍微买大一点没关系。这件针织衫呢，就是特别贴合你身体曲线的一件针织衫。这件的话，我肯定不会这样单穿，因为太贴合身体的话，就显得特别能够暴露你身体的一些缺陷。它的这个领有一点点这样。半高领的设计会显得你的脖子特别的长，给人的感觉就是，哎，你穿了一个高领，但是还露出了你的脖子这么长一截。它的织物有一点点的那种光泽度，因为偏橘，没有那么亮，显得你的皮肤也比较的白。下面这件呢，也是一件格纹衬衣。这件格纹衬衣呢，我买的也是 S 的，这样穿起来的话超好看呀。饱和度比较高的姜黄色配上比较偏橘的焦黄色，显得既和谐然后又能互相提亮。它这个肩膀的话做了一个这样的边出来。这个衬衣的布料呢就是比较柔软比较亲肤的一个布料，单穿的话应该也会比较的舒服。这条是一条特别长的特别裤摆，如果我穿平底鞋的话它是肯定会拖到地上的，所以呢我就穿了一双厚底的老爹鞋。如果它还是会拖到地上，就可以把后跟这儿给它塞进去。这样的裤子的话，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显腿长。这条裤子的材料呢是那种特别垂坠的材料，然后它的腰呢是松紧的腰，对腰部没有特别大的限制，所以稍微胖一些的女生穿这样的裤子能够特别特别好的显瘦。然后这样的裤子的话，就是穿起来的话就感觉特别的自由。好，喜欢除了它的长度需要去改一下以外，接着再来说一条裤子。我买的号码呢是4号。这条裤子刚拿到手上，我就感觉它的材质也是特别垂坠的，是一条这样高腰的西装裤。这条裤子呢就是一条这样超级高腰的直筒的西装裤，它的长度是刚刚好到我的脚跟上。这个裤子的版型我是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版型，像我刚生完孩子的话，肚子这样会比较大一点点，然后它的这个裤子的最窄的地方正好避开了腰部最宽的地方，看起来的话就是你的腰
腰在这儿，然后下边的话就是头部和腿部，再加上它的裤型是这样的形状，就会显得你的腰是特别特别细，腿是特别长的，超级推荐这条裤子的裤型。这个是最后一件，是一件外套，大衣摸起来的话就挺柔软的那种材质。这件大衣有40%的羊毛的成分，虽然有一点点小扎吧，但是整体算特别舒适的材质，保暖和柔软它是兼顾到的。我特别喜欢这件大衣，我买的这个号码是N4的，感觉正好。这大衣的长度呢，就正好到我的小腿膝盖下面一点点。它的花纹呢，也是棕色系，用的最多的颜色是特别深的熟褐这个颜色，穿插着有一点点橘的焦糖色。这样大衣的话就是比较的百搭，然后它的灰度呢也刚好。扣子呢，它做的是有一点点木纹的。这样的感觉，把它系起来，腰线就提高了一些。这个大衣特别特别的推荐，应该算是 Mango 的购物里边最最满意的。最后呢，就这两个，这一袋就没了。这两个呢，应该就是两副耳环，好像不止两副呀。啊，这个是一副。好多层啊，这副耳环就包了5层，虽然包了那么多层，但是它依然还是被压弯了。包了那么多层还丢了一个耳朵，所以有什么用呢？就是这种比较大的朝正面的平面的这样的金色的圆，然后但是它的这个圆呢就是不规则的一个形状。这样金色的耳环比较大的搭配冬天的大衣的话，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亮点。因为像冬天的话，你的手腕还有脖子基本上都是盖住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耳环上面做武装。耳朵会过敏的小伙伴呢，就尽量不要选他们家的耳饰。哦，后面一个，哇，后面这个呢是一个这样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的圆形的耳环，我有一个小的银色的，但是特别细特别小，一直想要一个这样大小的粗的耳环，它的材质是比较轻的，所以它肯定是空心的。哦，我特别喜欢这种大小的圆圈型的耳环，超喜欢，我也不管它会不会过敏，反正我就是特别特别喜欢，这副超满意。比起上两副来说的话，这个是不是一条项链呢？就是这样一个光面的项链，正反都是光面的，下面是方形的，上面是圆形的，这样叠搭的一个项链。这个的话大家在 Mango 的页面上面好多模特图它搭配的都是这条项链，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最后一个，这个是什么？开始我就把这个耳朵给它弄坏了。那 Mango 的饰品的质量，至少耳环的质量就不怎么样，就是一副这样玳瑁色的一副耳环，用来搭配秋冬的大衣和毛衣。这次的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讲完了，特别推荐的就是现在我身上穿的这一件大衣，还有这一件半高领的针织衫，这一件条纹的衬衫超级推荐，还有现在的这条裤子呢也特别的推荐，不能说它多显瘦吧，但是它显得腿特别的长。最最最不推荐的呢，就是这件高领的有一些竖条纹暗纹的打底衫，然后其次呢就这些耳饰。客观来说的话，耳饰是不太推荐的，按我买了4副，就有3副是有一点点坏的，这样的质量来说的话，我是特别不推荐 Mango 的耳饰的。那么今天的购物分享就是以上这些，希望这支视频呢能对你有所帮助。那么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大家拜拜。Oh.